桐市民警成立典礼是由高新市警察局长陆俊厚主持。陆局长首先授接给分发到差的20名女子警察，他在致辞的时候对女警们参加高新市警察的行列表示欢迎。他并且勉励女警们发挥所学的技能，贡献社会，服务人群。高新市警察局是除了台北市之外唯一有女子警察的警察单位。他们今天起将接受2天的业务讲习，然后正式开始服勤，担任维护交通秩序